你们刚在下面盖那，等一下，雅琪啊，你们刚在下面盖那个房子啊？对啊。那个什么时候落成盖好？不知道哎。好。很久吧。你小时候几岁？我拍过你。二年级吧，什么？二年级啊。嗯。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阿斌啊。国语。阿斌。不是母语，国语的名字。然后语啊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听我到了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听我到了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林浩宇、啊，对，水告白告，啊，哪个号？白告，白号、啊，宇宙的宇啊，对，林浩宇，对，我拍你什么 ？B-box 还是什么？啊？还是母语？还是聊天？一个人吗？还是很多人？很多。哦，在那个协会附近吗？不是，篮球场。哦，篮球场，只有拍一次。对啊。哦，那你的英文好不好？啊？不知道。你有跟他看镜头？看镜头，你没有去打猎吗？五大师，哔哔哔哔哔，五大师，五大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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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哔。比武大师有啊，林浩宇看镜头。我等一下。有啊。你就去有猎过打猎，猎到什么猎物？很多，山猪啊。最重的几斤？80斤。嗯，怎么扛回来？就是扛。两个人轮吗？还是一起扛？我一个人、啊。一个人啊。你好，你几岁？这几岁？你弟弟吗？不是。你是夹到的还是猎枪打到的？啊，猎枪哦。啊，猎枪。好，那你是几岁开始会打猎？你是自己去吗？还是都会两三，至少两个人？跟爸爸。跟爸爸。啊、那个有猎过什么特别的？哦，那最远到哪里？瀑布吧。瀑布，那么近。对啊。有去出去，最久去几天？还是当天就回来？当天就回来。嗯。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。现在心情不好了。啊？那会不会唱歌唱一小段？会。那个夏什么？国中还是高中？姓夏家那个？我上次经过，然后高中那边，我长好高、哦。夏家的、啊。我夏什么东西？就是那个三岔路那边过去那边那个夏家，人家都长很高、哦。你是心情不好吗？我就被拍过了。你来一下，来一下。过来一下吗？我哦。我就被拍过了。对啊，你看。连续剧要拍100集啊。不要拍我了。你看，你看。拍我。你看一下，到国中都会这样，不要拍我。你为什么神乎其技？啊？班服啊。哦，什么东西神乎其技？不知道。哦。为什么不要拍你？为什么不要拍我？因为我已经被拍过。哦、那是小时候啊，现在长大。不是啊，那是暑假的时候、啊。一年级吧。也是去年一年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头那么大？关你屁事。怎么叫他头那么大？我为什么头那么小？因为我就是小头，你知道大。这个啦，这灯我可以帮你搭吗？他在你正在拍你在干什么？我真的不会，你就逼我了，就不要这样唱嘛。留条路给人家走，谁没父母啊？你那个小乌龟。
哦，你又拍我了。我的贼，我的贼，没有，我这越来越夸张，是越假掰了。我不要挡脸了。爸爸，六千，啊，那个你会不会吉他、钢琴？不会，我都不会。跳舞 ，B-box， 啊 ，B-box，B-box， 你刚刚没有认真表演，这次来一下会？没有，我不会。去学吉他跟钢琴，不喜不喜欢钓鱼？喜欢，不会打的。不能录哦，所以已经很黑了，不要录哦，要网络很麻烦。那个。哎，哥，有会。你好。那个。五大是 BB 嘛？啊。你们来的。那个什么？他的名字。啊。工作室。五大是 BB 嘛？那个。皮卡。等一下，还有忘记要问什么？啊，皮卡，快！让我想一下。哦哦哦。你说你以后想当什么？当兵啊。哦，当兵啊。那平常没有兴趣，没有除了打猎还有什么兴趣？钓鱼啊，拍影片啊，用钓还是网还是用那个枪？钓啊，去哪里钓？海钓还是溪钓？海钓。有钓过什么鱼？很多啊。举例几个。啊？讲一下名字几种鱼类比较常见，比较常钓的。我钓过中鱼嘛。什么是中鱼？臭肚子。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。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我来问一下啊、哦，你现在几岁？十一岁。我十一岁怎么讲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几岁？十一啊。我十一岁怎么讲？我十一岁哦，十一岁不知道。你几岁？哇，十岁。我十岁怎么讲？我不知道。好来，我是男生怎么讲？嗯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是男生怎么讲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来吵别吵，我是男生会不会讲？不要讲了，不知道。会不会？我是男生，会吗？不会。啊？应该没理贵。有正确吗？没。好来哦。那个他给你放上去，你讲什么话就听到了。那个，我喜欢吃妈妈煮的菜，谁会讲？我喜欢吃妈妈煮的菜，谁会讲？妈妈高兴。妈妈，啊？妈妈煮饭，辣你滚呀呀，阿妈。再讲一次。辣你滚呀呀，阿妈。好，来旁边鼓掌一下啊！尖叫！好，那个。爸爸喜欢上山打猎，谁会讲？爸爸喜欢上山打猎，有没有会讲的？爸爸喜欢上山打猎，有没有会讲的？你会讲吗？不会。啊？臭肚啊！还有呢？多啊，真是忘记了。最重、最大只的鱼几斤重？阿布，阿布，阿布，他自己的名字。阿布是谁？阿布。阿布，我这个鲍鱼，啊，鲍鱼啊，鲍鱼啊，鲍鱼可以用钓的，哪里的鲍鱼？啊，可能是下面的鲍鱼。哎呀，这个在录啊，你们下面的鲍鱼。啊，那你都是用鱼饵还是蚯蚓还是什么虾子？鱼饵。哦。要了灯嘛？弟弟，弟弟，我说不要录我啊。什么好玩的事情？没有好玩啊，就是香运吗？香运有没有什么那个好笑的事？啊，这边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？有没有学英文？有啊。太阳怎么讲？不知道。钱怎么讲？那个谁，哎，承诺，学一点那个 popping 跟 locking 的街舞动作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
玩就好，不要受伤哦，头不要撞到地上哦。你看丢你弟弟那个。不知道。你的英文名字怎么讲？你有英文名字吗？有，叫做阿斌。啊什么？阿斌。那个像太阳名字，哪像英文？啊？会什么特技吗？耍帅一下呗。哦，撇轮，那个叫什么甩尾啊？不要摔倒哦。哇。你不说啊？阿斌。阿斌是什么？他的母语名字。哦。去拍那些。你跟我讲。转过来先。我不用开了，我都是技术摄影师的我。我怎么讲？没事，先拍我，拍我先。你怎么讲？我不知道，你更小心一点哦。啊。你五点就要回家了，以后。脚踏车。你脚踏怎么讲？脚踏车，但是。你对哪一种球有技术感？篮球吗？篮球对。对，这个意思是篮球吗？你多问他，继续问。你怎么拍摄？你可以介绍一下你最有趣的。就是 WSBB。然后嘞？因为我说打 WSBB 啊。你按半下，你看镜子上面的，按半下是确定的，然后再用力压下去按。半下是。有摔倒。这样子。那个网断掉了。阿呆。哇，哥吉拉场景。阿呆，看镜头。哥吉拉场景。啊，别来给他了，那这是什么？之前被那个球打到。你是超级棒。 I'm sorry.
枪。